啊耶！他就是刚刚说来自桃园的朋友，有没有桃园杨梅的客家人？对，就是你看，只有你。对，那其实铁花村的音乐类型呢，没有一定，就是不会只说哦，我们只有限定原住民的歌手才能来这里表演。像其实我们有很多独立的乐团，不管是唱台语的。唱中文的，其实也有国外的，唱美语的、日语的都有。那接下来这一位呢，他带来的是客家语，有吗？你要唱吗？结要果你听没有到唱，唱一下。就是自从因为他是客家人，但是自从就是其实我来讲，我其实不会去听到客家的音乐，但自从他唱以后，就会觉得哦。哦，原来有客还家好，哦，没有了。歌，对，就原原来来有其实客客家。家歌也是这么的好听，我们都没有去欣赏到。所以，好，他如果等下没有唱客家歌，不要怪我。掌声鼓励给上天鬼影。老板，你要帮我打鼓，那唱那个头摆的事情。老外就是我的好朋友，这样子，刚才弹吉他那一位，然后他，平常多才多艺，然后又兼具美貌这样子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认识他，叫老外阿勇，那也是乐团的女主唱，本身也是歌手，那他前天才接了一个表演。蛮多钱。女神，好，那第一首歌带来是头摆的事情。有客家人吗？或是你有四分之一的客家血统？有没有客家的血这样子？虽然可能就是到这年代也不可考，可是，有吗？有没有？没有哦，好，没关系。就是如果你有遇到客家人，你就跟他讲说，我上次有听到客家歌诶，这样子。这首歌叫《头摆的事情》，然后在讲的事情呢，就是头摆的事情。那头摆的意思就是 tail 摆，客家话的以前的意思。然后那个这首歌是陈永涛的作品，那里面在讲就是小时候遇到的一些事情。戴上玫瑰的娘娘，爬山跳大你都用不来出汗，都冒衰。天就好似远远看到伊，就嘛伊哦。爬山跳东边出一跳，西边顺跳，跳起来的都不跳。你还是见你散步通天。
一点点当青菜。可怜的味道买甲拄好，拿去吃阿妹爱。阿妹爱，用用天空摸的土的饭都来水沙。爱爱把土打红嘛，师傅在水底站江边摆个龙虾妈。谢谢，这是一个蛮有趣味的一首歌，要不要唱那个 BGM？ 好，我唱完一首英文歌，然后再唱一首客家歌，因为既然鼓手都在这里，好，那这是一首，这是一首澳洲的一首歌，澳洲的一个乐团叫 Angus and Julia Stone 的歌，然后叫 Big Jet Plan， 就是大的喷射机的意思，可能在想要带某一个人走这样子。
谢谢。好，最后一首歌要唱老鼠公，老鼠公，你要好好不好，老鼠公就是第五个鼠公，是一个秋林的一首歌，然后讲述一个跟妈妈的一个祭祀过程，然后是一首客家歌。那秋林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客家歌手。Hello， 不，Hello， 客家音的 Hello， 哎，你好，你就是你的意思，
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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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饱吗？吃饱吗？嗯，吃饱，来吃饱嘞，来吃冻饱，来吃饱。那谢谢。是毛衣，是毛衣。大家会吗？是毛衣，是毛衣，暗自 C。有没有坐火车、坐捷运的时候常常听到？有没有？再次谢谢。谢谢，嗯，是蒙一，谢谢你，陈蒙你啊，有点，他是其实他中班中我会写陈蒙，但我不知道陈蒙是什么意思，就是有点谢谢的感觉，陈蒙陈蒙。好，那我们谢谢大家，你就可以下台了。是摸台七嘎，谢谢大家。好棒，掌声鼓励，谢谢给我们上天鬼，就是一个。就是刚刚布达尔有说台东的土地很黏，所以他也是来台东当替代役，在东河当替代役之后，然后就又回到台东生活。他呢目前单身，如果大家有一个有一些好兄弟好姐妹都可以介绍给他哦，不是那个好兄弟哦，是真正的哦，都可以介绍给他。好，那我们就不中场休息，我们就继续把节目进行。如果你要上厕所的话呢，对面就有我们